李莲花，你真要把它一直留在莲花楼啊？我可提醒你啊，那个四大皇非常有欠揍的体质，他可是会连累你的。分寸有分寸。什么味道？这是什么呀？你又研究芹菜了？嗯。昨天帮你调整过的红汤桂鱼不是很好吗？那个菜已经做很好吃了，自然要研究芹菜了。我先去外面摘个葱啊，你把照片我端过去。还有。 又拿我试青菜，哇，哇，好香啊！哎，四大狂，你要不要试一下李莲花的新菜？你要是敢一口气把它给吃完了，我敬你是条汉子。今天之内你动手绝对不还手。好啊。 你们把菜都吃完了呀？这可是三天的菜量啊！他吃他，他一个人吃完的。不是，你不是说你没有味觉吗？一向只是白米饭的吗？吃什么都一个样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可没算你的菜钱。原来你吃不吃好赖啊！你故意诓我呢你？你让我吃的。 这可是花的三十钱买的呀！休息了，楼上只有一间客房，先来后到。二楼的房间最大，够你们一起住的，绝不可能。哎！哎！哎！